2013年是莫文蔚出道的第20个年头，这位第二眼美女从我们认识她的第一刻起就十分与众不同。其实我刚入行的那阵子，因为我才刚在英国念书回香港，那阵子呢，在英国很流行就是内衣穿在外面，所以那阵子我回来就很前卫，因为我的穿着打扮。打扮时髦前卫不说，莫文蔚那些深入人心的角色更是一个比一个大跌眼镜。我问你说什么？我叫你不要乱讲的。一开始就可以，比如说拍跟周星驰拍戏啊，这个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星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。从《大话西游》里的蜘蛛精，再到《食神》里面疯狂扮丑的姬姐，周星驰镜头中莫文蔚虽然不美，但绝对无可替代。一转眼，莫文蔚已经演了上百部电影，专辑也是一张接一张的发。专注事业100年的她，似乎并不打算将生宝宝提上日程。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生小孩的计划，所以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已经让我非常满意，很满足。新闻在线，海南三亚采访报道。啊，真的没想到莫文蔚一转眼这个出道也已经20年，但是看她这么近的镜头啊，保养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，也是让很多的粉丝非常的开心。